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是 Tombstone 的牧场经验酒店。美剧里面偷情会发生的那种浓色。You know it's just a shame it's coming out of a dead man.大家好，我是小象。小象起了个大早，因为昨天真的太干了，我声音有点哑哑的，各位不要介意好不好？好的，我们今天呢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行程，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叫做 Tombstone， 它就是墓碑镇。但我现在会在这个地方不是墓碑镇，这个地方呢是我昨天住的地方。它的小镇很小，不大，只有1300多人而已。那它位在墨西哥的边界，所以呢其实我现在是在蛮下面的。曾经呢好莱坞电影也有来这边拍摄过，然后那部电影的名字呢有叫做墓碑镇。 Tombstone 呢曾经在1877年到1890年呢，它算是亚利桑那州这里非常大的银矿采矿区，可是这里却有很多毛骨悚然的故事，是真的很毛骨悚然的那种，所以我才来到这里。越奇怪的地方我越喜欢去，我就是喜欢去奇怪的地方。在墓碑镇里面呢，你会发现酒馆比餐馆还要多，而且所有建筑呢都维持100多年前的样子。在1881年10月26号的时候发生非常著名的 OK Crow 的枪击案，100多年前的那个枪案， Webb Aaron 他带着他的同党共击毙了3名仇家，一夜之间呢他就变成当地非常显著恶名昭彰的人物。而当年的墓碑镇呢其实也非常常发生一些枪击案啊、仇家互杀的事情，你们也知道嘛 ，cowboy， yeah， cowboy 就会在这边蹦蹦蹦蹦来蹦去。而且听说呢，有非常多当初冤死的鬼魂会漂泊在这个街上。游客不管是走到哪个酒馆里面，如果你遇到当地人，他们都可能会跟你讲一些就是有关于在地的故事。我们在这个地方超酷，就是我昨天晚上住的地方，它就整个很像一个小镇。你看我后面每一个建筑物啊，其实它都是每一个客房，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那其实呢，我昨天已经抵达，那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就让我们回顾一下吧。我们抵达 Tombstone 了，终于，你看天都已经亮。哦 ，OK Crow 在这哎，现在已经天黑了，真的只能明天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城镇长什么样。我们先去找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到了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哇，看起来有点酷，哎，它评价超高的，好帅啊！这里也太酷了吧！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是 Tombstone 的牧场经验酒店，啊，蛮酷的耶！它这边里面园区超大，应该是蛮能玩的，明天可以一早起来来玩。那我们先去 check in 好了。哇，怎么这里好冷啊？Cool. Do you mind? No, not at all. Yeah, thank you. Hello. Hi. Yes, perfect. My name is Seeger. Hello. I'll be bartending tonight. Can I ride horses while you stay with us? Can I? Yes. Is that for free or I have to pay? $35 and $45. There's a few throughout the day. It starts at 9 a.m. 所以有一些 horse 可以坐，那我们等一下再决定就是要不要来参加。好了，那蛮酷的。So I need printed name here. Yes. Signature here. Okay.Signature here. And okay. If you're gonna ride horses, I need height, weight, and riding ability. Can I show you later if I want to? Because I have yes. to make sure. Yeah, that's fine.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the white desert, you know? Oh, yeah, absolutely. 5 hours to drive. Oh. Until probably 9 o'clock tonight. Wow. We have a car dealer coming in to play cards with a guest if you want to play cards. Oh, that's a cute place. Oh, this is a bar. And I can play football. Hi. Breakfast is going to be in here tomorrow at 8 o'clock. Wow. Not in. Oh, it's big. Can I just put this right here? Yes, that's only me. So, the door locks when you leave. Yes. So hold on to that key. Okay. You want to adjust the temperature? Yes. Just up and down with these gray hairs. No problem. Okay, and if you need anything else, just come find me and let me know.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Bye-bye. Bye, everybody. Ta-da! This is my 房间
还蛮酷的，有冰箱，然后有两张床啊，我只有一个人。这椅子也好可爱哦。哦，有咖啡，不错耶，有咖啡。咖啡看起来蛮高级的，应该吧。Hello everyone， 这边是衣柜，衣柜也是蛮可爱的，很复古哎。可能啊，有保险箱哎，哎呦，颇高级的哦。还有一个洗手台，连毛巾都还蛮复古的。啊，这边该有的都有，肥皂什么都有。啊，它浴室也蛮大的啦，没有浴缸啊，但是有莲蓬头，完美，莲蓬头是重点。我们现在要来吃这家 Big North Cake Salon。哇，这边也太美了吧！你看它整个超有风，连上面全部都是美国国旗。哇，你看连服务生都穿得很帅。听说这边晚上会有表演，但真不知道几点的时候才会有表演。他们的点菜是一个包子，这个就是我点的汉堡包。那其实我有听说他们这边会有 live show 表演，但是目前都没有看到，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他们说晚上来到这边的话是很有 feel， 因为他们都会表演。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今天是平日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吃饭还蛮有气氛，而且他们的东西都算蛮便宜的。汉堡看起来还行，肉应该算还不错啦，蛮多 cheese 粉跟 mushroom。面包还好，就是很普通的面包，但这肉的话还 OK。我觉得能在这个小镇里面吃到这个食物，应该算还可以了。普。OK， 这个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开启一个新的一天。那么早起床就是为了去吃早餐，因为等等呢，我要跟这边饭店的人呢要去骑马。他说吃早餐的地方在这。哦，那是buffet。哎，这边有一些简单的，这样子可以选择，有面包之类的。这个呢就是我的早餐，它这边呢就是可以让你自己点，它旁边有那么白色纸，然后你可以写就是你要什么东西，多面包可以自己烤，大概有五种面包吧，其实没有到非常多，但我觉得在这个乡下的地方算不错了。等下吃吃就要去骑马，哇，骑马是蛮累的，等下要换一套就是比较好骑的衣服让大家看一下，美炸啦，而且它颜色都漆得非常复古。The horseback riding is here。好的，我们现在要去骑马。Let me check. It's okay. We're gonna lengthen those for you. Oh yes. Oh yes. Okay. My feet's too big. All right, try that. Oh. Yes. All right, heels down.Yes. Yes. Mm-hmm. No texting, no phone calls, no TikTok, no social media. Okay. 我们报名的是比较慢的，哈哈。我也不想要报名快的，感觉恐怖。哇，也太美了。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一定要穿长裤，因为就是它这边非常多的，就是、所有的树上面都有针，所以就是啊，我已经被刮得乱七八糟了。Hello， 啊 ，Hello， 欢迎。We just met yesterday night. Do you remember? Yeah, so cute. Bye bye. 这个龙色感觉就是那种怪奇物语啊，或异形，或那种黏渣渣，或是那种美剧里面偷情会发生的那种龙色。但是它这已经锁起来，没办法看里面长什么样子。不过我好好奇哦，超好奇的，看到吗？感觉应该就是什么牧草之类的啦，我觉得很酷。等等。农舍摔爆了。哇，连他们的公车都超酷的，这是公车吗？还是观光车？超酷的，
这边呢随便一个建筑都超复古，你看连那个字看起来也都超复古的。我们到 Tombstone 的小镇了，这个 Main Street 是不可以开车进来的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首先呢先去 OK Crow 那边买票，连他们这个走道呢全部都像那种100多年前全部都是用木头做成的步道，我觉得蛮酷的。他这边有写 OK Crow的故事，其实它这整条路上面全部都可以看到，它有就是解说牌，然后这边都会写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就是这边发生什么故事，或是这个建筑发生什么故事。哇，这边还有卖古时候的服装哎，酷！这是什么地方啊 ？Walk through section 哦，这是 hotel 哎，好酷哦！有机会应该来住那间才对，我觉得那间超酷的，它是 hotel。这就是我昨天吃的那一家，我真的觉得还好，他没有表演啊，我多期待表演，结果没表演。刚刚那个大胡子哥哥跟我讲说他们要来表演的，这在一个 Shady Ladies 的前面 Closet。现在呢，我们在大街的最尾端，这个呢就是鸟笼剧院 The Birdcage Theater。这里呢其实算是恶名昭彰的地方，嫖赌瘾全部都发生在这里。当初呢，《纽约时报》还称之为这里为邪恶之都，曾经在这里呢发生20起枪战。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呢？因为在这个鸟笼剧院里面呢，总共有26个人丧生在此。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那我们先进去里面看。然后听说就是它这个里面呢其实还留着之前的那些枪弹孔，我觉得蛮酷的，我们先进去里面看吧。它其实外面就有介绍一些故事了啦，里面就非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了解。那我们先进去里面看一下，那里面的博物馆要钱OK, thank you. Wow, this is museum. So cool. 这是以前他们所使用的东西，它就是那个恶名昭彰坏蛋。而且你们看上面都还有那个枪弹孔。就我跟你们说，就是之前这个地方发生过非常多次的枪击案，因为它是剧院，所以说上面这全部都是他们比较高阶的票可以坐在这个上面的位置。看到一个小地方，哇塞！This theater bullet holes. Oh my gosh, 这个吧，一个枪战的，哇塞！然后我看到这个下面，这个等一下我们应该可以下去吧？哇哦，超酷的，好值得哦！我觉得这个价钱我很喜欢。这个是以前那种打牌的地方，帅爆了，各位。我们来到二楼，二楼这里呢，也就是放一些他们以前的东西和报纸 ，newspaper 比较多，然后还有马车。哇，我真的觉得这剧院。你看上面那个布帘，哇塞，感觉好像那个帆布都已经破掉那种。然后这里还有就是以前的马车，然后就是他们以前的衣服，好酷哦，那个脚也太小了吧，很难以想象以前的生活在这边会是怎样的。如果是我知道这边发生那么多枪击案的话，我绝对不会想住这里。So crazy， 好脏哦。OK， 啊，这是什么家？哇，以前留下来的旧物。接下来我们要去这个是 Old Tombstone Western Town， 这个跟也是一个 museum， 它是 Gun Fighting 的 museum， 这是 ATM 哎，算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这里有个咖啡厅，哇哦。Yeah, thank you. Yeah, you look so pretty. I love your outfit. Oh, thank you. Nice or good? 这个里面是 jail 哎 ，Wow, notice， 哈哈，进去看一下。OK， 真的是 jail 哎，
好酷哦！这小镇里面真的到处什么东西都有哎。哇，这是一个小小的花园。OK， 好酷哦！我的天啊，这是感觉是高尔夫球场哎，因为你们看地上都有那个高尔夫球洞。球场，那我们就进去里面吧，时间差不多了，往边走。来喽 ，OK， 哇，它这边呢就是一个巨型的商品店，然后它看表演的地方就在后面，在椅子营那个地方。哎，这个，哇，这个比刚刚的明信片还便宜哎，才30 cents， 而且好好看哦，这个等一下我一定要买包。超好看的，我喜欢这个。I'll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Sheriff. You see, he's a smart man. Real tough talk. You know, it's just a shame it's coming out of a dead man. You boys tried to run us out of this town. Look around yourselves. We're still here and we ain't leaving neither. But all this ends today.You're a daisy if you do. Now in 1887, the year this whole town began to fall apart. Okay. Cool. 为什么要来看墓园呢？而且这边墓园还要收票呢，各位。来，我们来找个地方停车吧。Okay, 我们进去里面需要买票。Thank you. Oh.How many are you paying for? One person. 这个就是墓园，他们这边非常知名，一定要进来墓园，然后一个人才3块钱。他会给一本这个，就是你每个人的，为什么死，然后他的故事，然后还有 unknown 的，还有就是 children 的，还有就是被枪杀的，蛮多的。那我们现在在这墓园呢，他之所以就有名，就是因为他在1883年开始埋葬一些不法分子，埋在这里穿靴子的人有非常非常多庶民，所以这边才称之为 Booth Hill Graveyard， 因为就是。堆满着穿靴子的人，就是枪战美国牛仔 ，you know？ 你看，这就是 kill， 被杀了。你看这个的话，就是小孩，他只有3岁而已，就很小。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就是第一次花钱逛墓园，但我觉得他算是做的还蛮整齐的，非常的整齐，不会有太多让人家毛骨悚然的感觉。但当然，如果晚上来看的话，应该蛮便宜的。看这个，就是这边很有名的。Here lies George Jackson, hanged by mistake. 1882年的时候，呀，他就是被误杀了。I'm sorry. 像这个就是 unknown， 不知道 body 是谁。蛮多的，那个也是 unknown 的。哇 ，unknown 的也太多了吧？这些人，哎 ，so sorry. unknown 的很多，代表这边的。枪杀案子蛮多的。好的，我们这次 Tombstone 的旅行结束了，我觉得还蛮酷的啦，虽然我的声音有点哑哑的。 Tombstone 其实算是一个还蛮值得大家可以来玩个几天的，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去那个 Slab City 比较好玩，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特殊一点的地方吧。 Tombstone 的话其实它很小，最重要的那条路其实中间的商店基本上都是在卖纪念品。那我们刚刚看到 Gunshot 呢也算还 OK 啦，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肥皂剧纪念酒店，我觉得它算还不错，但它的价钱真的有点贵，我花了4000多块，然后啊晚上还突然跳点 ，Oh my gosh！ 然后我们玩那个 horse 就骑马，还要另外加了35块吧，我记得。大家有机会的话，也是可以来这边看看，因为它这边是保留着就是所有百年以来的所有的建筑，还有很多故事，他们都有流传下来，而且它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小镇，但是却没有很多人来过。那这次呢，就到这，等一下我要开。5个多小时，我要到林肯国家公园那边啊，好累。现在2点多，我要赶快出发了，不然我真的会爆炸。5个多小时一个人 ，OK， 一个人 alone，OK，、okay, 好，那我们就上剑宫。我刚刚被临检了，这边有个临检站呢，超恐怖的、啊。我们现在往林肯国家森林的路上，竟然有个临检站，而且他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他说你从哪来的、啊？你来这边干嘛呀、啊？你什么时候进入 America 的、啊？
哦，你还有墨西哥签证哦？那你怎么知道去墨西哥啊？哦，我很忙哎，我也是包什么我会开进来的，因为我看后面好像有其他人是直接 directly， 嗯，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就是不要怪怪的，如果怪怪的话，可能就会叫你下车。好，我们大概还有